我觉得我回家的频率也变高了，然后而且我回家的心情都不一样，因为时间很快。之前想来的没来的，高铁一开通，他们都过来了，然后我们陆续的开了民宿啊、农家乐啊，卖卖土特产品啊，那环境好了。绿水青山好了，那游客多了，这个就变金山银山。感觉到非常的自豪。